this tournament. 1-0 pitch.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经典画面轮播 ，A 组预赛3月8号将在台湾开打，在百货中也搭上热潮，举办中华队英雄特展，吸引球迷朝圣。很想要赶快在第一手就买到他的周边商品，因为我相信这一定很抢购。今年在台湾看球赛的时候，可以穿我们官方的球衣是最应景的。今年的经典赛是白色、蓝色去做一个底色的搭配，对，那很多周边商品都有蓝色跟白色的元素在里面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特展分为历史回顾、打卡、互动区等四大展区，还有整区球衣、抱枕等独家周边产品。有球迷表示，为了支持中华队，预算无上限，想支持就买，不会，没有上限。想要买一套球衣、球裤这样，然后再加毛巾，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去现场应援，那感觉很热血。学者则分析，运动赛事行销商机庞大，尤其中华队有参赛，又在台湾举办，效益更惊人。有些平台是必须要付费才能够看得到的时候，这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些所谓的这个指定转播。那第二个部分是周边的产品，那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一个赞助。好，如果是总体的刚刚前三项的一个金额的统计的话，大概在21到25亿之间。根据主办单位透露，这次国内外选手及家属等在台比赛期间共会使用5000个房间，参业者也预估转播有望助攻业绩增加30%，而地主国中华队球员及球队表现可以对台湾与应援企业产生联动性，提升热度与知名度，让世界看见台湾，也带来惊人收益。镜新闻曹生、彭志华采访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